你看，这好像是个女的，你看着没？穿的你看着没？这身上拿不少吃的，从超市看着没？穿高跟鞋一拐一拐的出来了，看着没？前面喷水池啊，下边水池子 啊，掉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妈呀！你还笑呢？这孩子不得摔啥样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说他妈也是，出门嘱咐嘱咐孩子，加点小心呢。你说这摔的呀？拉倒吧，他姑娘都这么彪，他妈肯定是个虎。拉倒吧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二姑娘，你这咋的？起大早就游泳去了？游啥泳啊？怪我爸爸啊！人家想吃点早餐走吧，他非得搁那拍的，有什么好拍的呢？我这合计上超市买点吃的，我正出超市，这手拎个面包，这手就看着我爸给我发的微信。你说那朋友圈给你发的，我正整的给给的乐呢，谁知道前面有喷泉呢？我咕咚一下子我就扎进去了。我幸亏反应快，我啪啪啪，我就跑上岸了。我当时都没敢往两边瞅啊，我估计是没人看着我。妈，你说你二姑娘是不是特别冷静？哎呀，你太冷静了，孩子，你这还怀着孕呢，就扎水池子里去了。快坐下，坐下。视频掉水池里那人是你啊？你咋知道的呢？发朋友圈上都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这家把你爸乐的差点没背过气去。爸，你长心没呀？就你二姑娘摔成这样，你还有心乐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扎喷泉里吗？你说你掉喷泉里，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咋没有关系呢？谁让你发的视频那着相了？妈，我告诉你，我爸不知道搁哪整个视频，那里边那小老太太才虎呢，那家给人抱，叭叭叭跳的，你说你抬不了那高腿，你别抬呀。给自己摔个小倒立，鞋都踢飞了，那脚丫差点没塞后边合唱团老头嘴里。你说我还能看着喷泉了？这家把我乐的，妈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姑娘啊，那小葫芦太太就是我。妈，你说你老配合我干啥，整多尴尬。哎呀，你说这咋整？你说这，哎，哎呀，又看，这玩意儿有啥看的呀？有人发视频了，看有意思吗？成天看这玩意儿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不是一个小伙儿，拿个单刀搁这练呢吗？练。哎，你别说，哎，人比划这两下还行，你看着没？你看练过，挺带劲的哈。哎呀妈呀，把这个脚砍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自己练刀把自己脚砍了，这不是个傻子吗？二姑爷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妈呀！啊！我把脚砍了。你刚才练单刀来的吧？对呀。哎，爸，你咋知道的呢？朋友圈都发满了。啊！认为你憨厚老实，没想到你也干这种事儿啊！我干，你也敢招人啊你？我招人，我不就招一个赵铁蛋吗？我招谁了我？嘿，怎么了？我招赵铁蛋怎么了？你这么理直气壮的？哎，小声儿，你听。大姐夫啊，你跟那赵铁蛋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等会儿，起来。什么赵铁啥？赵铁蛋呢？什么赵铁蛋呢？赵铁蛋。丹丹，女的。丹丹，男的。什么男的呀？你丹傻傻分不清楚吧？赵铁丹，女的。女的呀？啊。顺风啊，啊，你咋没跟我说她是个女的呢？啊啥呀？女的我不能替你担呐。我能跟你担，丹丹你得自己担呐。我跟你说啊，丹，我全不认识。你赵刚子，你就是个大傻蛋，你钱顺风，你就是个大损种。你等会儿，我说顺风啊，哎，你是不是又坑你姐夫呢？我没有啊，你没有，你说清楚了，你说清楚了，不说清楚，二米令你削他，削他，行了，削啥削啊？我说的清楚，你说，那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赵铁丹，丹丹人家是个女孩。是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大学生，
到我公司来勤工俭学来了，我就把人收下来，就这么点事儿。这么点事儿，你跟阿米丽的不是有协议吗？公司不能招女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是。不是大姐夫，这孩子长得漂亮啊。漂亮你就给人家开6000块钱工资啊？她长得真漂亮啊。漂亮你就跟人家形影不离啊？哎呀，她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。你解释不合理，削她。你这钱是什么？削啥脚？怎么整不整就削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是因为这小孩漂亮，自从到了我们公司以后，那每天经常迟到的那些员工，每天早上都到公司吃早饭。就是因为这个小孩漂亮，到了我们公司以后，老员工老刘啊，老刘多少年的高血糖啊，见了这孩子以后血糖居然都第一了。就是因为这孩子漂亮，公司业绩蹭蹭往上涨啊，那谈业务的一波接一波啊，人家谈业务那说的都是英文，我还没听懂，那合同人都签完了。你说你个二驴子，你定的啥破规矩？咱公司就得非得就你一个女的，全世界就你一个女的呗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的心里我装不了别人，有你就够了，够够的。妹妹，这姐夫得说你两句，你说你定这叫啥规矩？公司里不能招女的啊？老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男女干活搭档不累吗？你放心吧，他那样的，你再说他都说跟你过高高够的了，你担心啥呀你？顺风，我也得说说你啊。你说你今天这事儿本来做的挺好的，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实话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两口子在一起，信任是基础，没有信任哪来的爱情啊？啊，你说你今儿把这事儿跟他说了，我就不相信人家二美丽不通情达理。就是，你要跟我说了，我能不让你把他留下吗？你看看，行了，留啥留啊？还留下呢？人家勤工俭学，一共俩月，明天这学校开学，人家回学校了。那时候学校找他去。你这站着干什么玩意儿？你犯驴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你干啥？你还追人学校去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去他学校，我跟他把合同签了，等他大学毕业了，直接上咱公司干不就完了吗？人才吗？你看看，人家说的多好。哎呀，不过就这个牌啊，我是真没听过。你赛破罗，这个就我跟你说，赛破罗应该是个人名。你怎么？哎，是一位制包大师，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的制包事业。哎，那为什么就这个包他是独一无二的呢？他独一无二的，肯定就有故事啊。故事是这样的，这个塞波勒先生，哎呀，这个塞波勒先生92岁高龄的时候生病了，就躺在病床上，左手打着吊瓶，右手拿着针在缝你这个包，一针一线，当他缝到最后一针的时候，他这个吊瓶也滴完了最后一滴，然后他就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包还有这么一个凄美的故事呢。那个顺风儿，媳妇儿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外面的爱比我爱你。哎，家人朋友们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家。哎，还有这二位，就是我的二姐跟二姐夫。哎，俩人加起来都92，哎，孩子腻歪呢。哎呀，不能，哎呀呀，这孩子干啥呀？这孩子干啥？不是，你俩是不是两口子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怕啥呀？接着抱。对呀，两口子怕啥呀？就是啊，对呀，家人们别忘了加入我的粉丝群，下播以后跟你们一起玩微乐家乡游戏，亲友娱乐就用微乐。对对对，而且还免房卡、免下载，地道的家乡玩法，对，咱们下播一起玩啊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这身穿搭。二姐，你先帮我录一下，行？录一下，来。那个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们看啊，我今天的这身穿搭呢，虽然不是很贵，哎，但很好看，是吧？你们看我这小衣服漂亮，你们再看我这牛仔裤漂亮，你们再看我这小包漂亮。钱顺风，来吧，刚才我这个独一无二，他那个独二无三是咋来的？宝宝们再见。处理一点家庭矛盾啊。小米粒啊，你这包哪来的啊？买的呗。二姐，咱俩包一样的啊。那你刚才说什么独二无三是？
我明白了，二姐夫，你又讲故事了吧？对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，差点给我干落泪了。来吧，先生峰，接着讲吧。其实这个故事非常……你别扯那没有用的，你就从赛克罗什么92岁，这边打点滴，这边缝包，我这东西打的咋回事？这个塞帕罗先生打完了吊瓶以后，病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他病好了，哎，他病好，从病床上起来以后。他发现做完了这个包他剩了一块皮子，于是他就想做一双皮鞋，但是当他做完了一只的时候，他发现再做另一只皮子不够了，于是他又决定把这只皮鞋拆了又做了一个包。哎呀，那我俩谁的包是用鞋做的啊？你这个不信你闻闻。哎，凭什么就是我的呀？不是你就是你，是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最不喜欢的就跟别人一样的，一点都没个性。再说了，二姐啊，嗯，你说你都两个孩子的妈妈了，我要跟你背同款包，那我这不成妈妈包了吗？一点都不适合我，送你了。哎，你给我站着！哎，谁要你这用鞋做的包啊？我还嫌有味儿呢。你刚才不也说了吗？我都是已经两个孩子的妈妈了，我现在主要拿捏的是气质啊。这包我背上确实是幼稚，来吧，幼稚的包送给幼稚你。什么呀，我不要你这妈妈包。那我还不要你这幼稚的包呢。妈妈包。哎呀，幼稚的包。行，别吵了。哎呀，闻着味儿我就找过来了。赵刚子你可真行啊，啊，一只鸡就两条腿啊，多珍贵啊。我吃了半天我就吃了一个鸡屁股啊，我。师傅，嗯，鸡屁股更珍贵，才一个。你怎么不吃呢你？哎呀，顺风，平时都紧着你，大姐夫这两天不是巡逻废腿吗？我给他补补。拉倒吧你，现在物业巡逻都已经升级了，他们整天都骑着那个电瓶车在那儿来回的巡逻。对，是应该补补，你应该炖两个轮胎给他补补。哎，你是那个妹夫？你少给我叫妹夫，我不认识你，以后管我叫钱总。行，钱总，俩鸡腿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行不？你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我站得住啊！俩都给你，行不？都给你，俩都给你，你吃得了吗？给你，素了素了，还有点肉丝。顺风，你也太损了吧你啊！啊，行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都给你吃。我吃大葱行不行？一点不善良。你吃啥呀？我吃大葱呗，我吃啥我？还有粥。这你平衡了吧？我平衡了。嗯，行了。嗯，然后，喂。哎，张总，你好，你放心，我明天早上8点一定准时到您的办公室，咱们签合同。什么？啊？不是，张总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明天咱不能签合同了。哦，您这个皮肤病老毛病荨麻疹犯了，您得去医院。不是，您明天去医院，咱合同怎么办呀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张总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您今天有病今天就得看呐。对，今天晚上有病你今天去医院啊。哦，我有关系啊，你交给我呀，我给你找医院，我给你找专家，今天晚上咱就把这点病给他解决了，明天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好吧。你等我通知啊，等我通知。师傅还吃啊？我吃什么吃啊？我赵刚子你也别吃了，你嘎吱嘎吱的干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你别虚溜了，你影响我的思路。哎呀，顺风，别总欺负你大姐夫。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尚总明天早上跟我8点跟我要签一大合同。他现在可倒好，他说他荨麻疹老毛病了，他犯了，他明天早上得去医院。他去医院，我怎么签合同啊？我顺风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人家身体不舒服，看个病就完了呗，你合同着什么急呀？你回头再签呗。哎，回头，你这一回头，我钱没了我。你知道我这笔合同签下来，我能挣多少钱吗？我，
我告诉你，这笔钱我要拿下，我就不叫钱顺风了，我就。你叫钱疯子。我叫钱要飞。完了，一分钱挣不着，全飞了。还钱要飞，你看吧。没文化的样子，这是腾飞的意思，腾飞。这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得赶紧找关系。我哎，顺风，老毛病又犯了，这又找关系走后门了，这都啥时候了，现在不好使。你懂什么？你懂吗？你这喝你的粥，吃你的大葱吗？